这边是它的一个商业区，上面修的是一个流线型的一个东西，很漂亮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哎呦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看他这房顶修的是这种，这是一个大商店了。哦，现在我才是走进了一个商店里。哎呀，自拍太他妈不爽。怎么这么多折扣呢？咱是35。哎呀，这都是女性的用品店呢，这也没有男士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我觉得跟那个布达佩斯还是很像的啊，这是大的普拉扎。哎呀，我就这么走吧，拿着camera 吧，逛超市太你们二了。但是你看它那个房顶设计的，就是很有那个水下的那种感觉，遮住了很多的太阳。